现在同样来切这一只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因为它不是直的，它是扭弯的，是扭曲的哈，所以它在切的时候会有视觉上面的差。那如果你是照着，照着就是切的话，你需要一点经验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精准的切出你所要的啊，即使它是弯曲的，是一样。Oh,
线有关系。